は。抵达了这个施工路段，顺利的，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施工路段。现在我们看见呢，在两点45分，第一列客车，现在已经通过了。江东的指挥下，济南军区多支驻军、淄博军分区、军区总医院也迅速派出官兵和医务人员赶到现场，全力救治受伤旅客。济南军区还根据遂行多样化任务预案，紧急启用了战时视频传输系统，保障了现场军地抢险指挥的畅通。武警山东总队在事故发生后也迅速组织淄博支队、直属支队、医院，并把他们安置到救护现场。武警